各位銅鑼灣的朋友大家好，我們是望遠之文交學生運動，是由國家大專院校的社工系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一起合辦的一個活動。我們今天在銅鑼灣這個購物的心臟地帶舉行這個街站，呼籲大家在為了購物之餘多花兩三分鐘時間，為著香港的貧窮議題去發聲和去提供你們的意見。在香港現在每七個人裡面就有一個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我們面對這種不公義的情況，我們是希望下屆的新任的特首和他的領導班子可以認真地處理這個貧窮的議題。我們的貧富懸殊情況是在全球發達地區裡面是數一數二，面對這種不應該發生的情況，我們呼籲大家